们锁定的都是网络上，就是穿丝袜、穿短裙的女业务，看着会有时候会比较近距离的接触，那他们就会对女业务毛手毛脚。我有收到他们的，就是里面的人，就是私下传讯息给我，然后跟我说，就是他们会有人，就是集团里面的人会来找我看车这样子，然后会说要，他们会直接说会看完之后会直接订车，然后在订车之后会有试，就是会说要我们业务开车试乘车过去给他们试乘，然后交车的时候他会采取一些就是不礼貌的行为，或者是甚至是更严重的行为这样子。他有传一些关于我个人的照片，他们有一套教战手册这样子，对，大概的方式会是怎么样？大概的方式就是他们会来展间找各大不同品牌的女业务，然后他们锁定的都是网络上就是穿丝袜、穿短裙的女业务，然后他们会去找他们看车，然后看车之后就是可能会因为看车会有时候会比较近距离的接触，那他们就会对女业务毛手毛脚，说如果请我们开私人车过去到可能他们家或者指定地点给他们试乘或看车，我们一定都基本上业务都一定会去。我目前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实际受害，但是我知道有其他蛮多女业务也被他们骚扰。